一个族人校长啊，慈人校长啊，他讲的这个佛法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好、哦，太好了。这位喇嘛他来我们这边哈、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中文讲的那么好，对，讲的那么清楚，不用翻译，口齿很清楚，比阿贝都好，不可思议啊！就是佛法大家听得很清楚，教我们如何发菩提心，啊，我们学佛不要学到有所执障、有烦恼障，啊，把这些烦恼都要去除。所以说这个今天他讲的这个佛法真的是让我们受益很多。还有谁对这个密教这边有什么问题的想发问的？好，来求愿之人。